看什么呢？这段时间以来，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窗外就算风景再好，也没有心思看。现在卧底任务终于结束了，突然觉得好不真实，甚至有点不习惯，是吗？嗯，说实话，我也有点不习惯。之前我每一天啊，都被人穆老板的叫着。偶尔呢，你跟荣耀会叫我一声远文，我都会整个人都发懵。我甚至都快忘了远文竟然是我自己的真名了。终于不用再演欧可欣了，但是发生这么多事情，经历这么多，我好像也不可能再变回以前的荣誉了。虽然你变不回以前的样子，但我最爱的人还是你，你永远都是我的荣誉。我一直都知道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